希望可以下一期唱5个小时，跟6个小时就可以。这3个小时这样唱跳是真的完全不会累吗？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极限是哪里，谦虚，真的真的，谦虚一点。知涵还唱不够，香港天团草蜢18日在小巨蛋盛大开唱，不仅带来多首经典好歌，暌违13年又再度看见台湾歌迷，让蔡依杰迫不及待想近距离和粉丝互动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太激动了，那个时刻就觉得我想靠近一些我的歌迷，所以就突然就跳下去了。装的没想说多露一点，多露一点。我们的服装，因为今天是20岁嘛，我们不想儿童，对。儿童不宜，想看我露的话就看我 IG， 我已经铺了。我的不是裸照啊，是泳照。我有游泳的时候拍。范晓萱，叫郑国成来唱啊！哎呀，这个眼神很凶的。去醒我，去醒啊！声音背我，哇！声音骗我。没有啊，这突然抓他上台的。如果时间够的话，可能邀请更多的朋友上来玩。也特别谢谢小燕姐，真的，我知道，她很支持草蜢。然后我们一来到台湾的时候就认识小燕姐。小燕姐，掌声鼓励一下，掌声鼓励小燕姐。谢谢。我没想到他来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我也是。他突然在场看我们的时候，我真的非常的感动，差点哭出来。所以说呢，我们来很来台湾发展那么久，那认识很多朋友，谢谢他们。然后我知道很多艺人，对，因为也很多朋友送我们的礼物在后台，打 S 啊，杰伦啊等等，很多啊，范晓萱啊，很多都送我们礼物支持我们，在这里谢谢每一位买票的歌迷朋友。草蜢大驾光临，不仅歌迷，许多好久不见的艺人朋友也都送上祝贺。不过兴奋之余，三位其实也有满满的感动。其实我一出场的时候已经很感动，想哭，但是我要控制我自己，因为后面又有很多歌要唱，所以我不能哭。想到什么事情特别想哭？就是想到以前的人和事啊，很多我们草蜢在台湾的经过啊，非常的感动。而且听到他们的今天的反应，我们一出场就真的哇，鸡皮疙瘩，真的非常的感动，真的。有没有觉得唱得很过瘾啊？好像只有一场而已。对啊，你说出我的心声。还有就是3个小时，我觉得还不够。我希望可以下一期唱5个小时，跟6个小时都可以。但是我们是专业的，然后不想。主办单位收佛钱，所以我们刚刚好开场，我看到爆满，然后他们的反应好像我们当年刚刚出来上电视节目一样的热情，特别感动。谢谢台湾的歌迷，谢谢你们每一位。好，我每一年都能来这里开演唱会，每一年都可以看到他们，这个是最好。对啊，我今年已经跟大家说过，我们不是来看演唱会，是家庭聚会。希望家庭聚会每一年都可以有一个，无论是大大小小都来一个吧。许下每年都来台湾开一场的愿望，绝对是大大欢迎。等了13年，终于又看见草蜢的表演，相信这些好歌又会在大家脑海里哼唱一阵啦。完全娱乐综合报道。